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一些质疑，对他的婚姻的质疑，对他的这个财务的质疑，比如说他不接受教会给他的供养，而他说我有权利。圣经上也讲，这些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是合理的，是对的，是没有什么不好的，是应该的，让他可以专心，他专心去传福音。但是他说我放弃我的权利，弃权，我弃权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，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。而在面对福音的缘故的时候，另外一方面有关于婚姻，保罗很有意思啊，你看他怎么回答。因为别人质疑他为什么不结婚，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吗？他说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基法，主的弟兄还有像基法，也就是彼得，像这些人一样。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人，主的弟兄雅各，然后基法、彼得，提到这些人，一定有人会质疑他说 那为什么彼得结婚呢？为什么雅各结婚呢？为什么保罗不结婚呢？保罗把这段话记下来，我觉得圣灵也透过这些提醒我们，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破口。那个破口是什么呢？就是比较，就是比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传道这样，那个传道这样？为什么人家教会的牧师这样，我们教会的牧师这样？为什么这个长老这样，牧师不这样？我们那个比较，这些比较什么？为什么彼得结婚，保罗不结婚？为什么雅各可以这样？这些比较在教会里面会造成很大的破口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在教会当中把比较从教会里面赶出去。为什么不比较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什么好比较的。你知道一旦落入比较，就会产生很多的对立。圣经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就是以扫跟雅各，他们的父母亲各喜欢一个。爸爸喜欢以扫，因为以扫会打猎，会做，爸爸爱吃东西，以扫常常打猎回来以后交给妈妈，妈妈就做成好吃的给他爸爸吃，爸爸就好开心。妈妈呢喜欢雅各，为什么？雅各比较文静，雅各会煮红豆汤，雅各大概是那种会喜欢在会下厨房的那种男生，哦，妈妈很喜欢，因为成妈妈的好帮手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是双胞胎耶，可是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当你把这两个孩子放在比较里面的时候，就会我喜欢谁，你喜欢谁，我支持谁，你支持谁，这是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破口。我比较喜欢这个，我们教会有两个牧师，我是这个牧师的，我喜欢这个 A 牧师，他是比较支持 B 牧师，这些造成对立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我比较赞成我们长老，我就是不太喜欢我们牧师，我比较喜欢传道，我不喜欢我们这些执事，这些造成对立，你知道吗？以扫他们夫妻两个人对于他们的双胞胎的孩子，因为比较，因为偏心，造成什么？从比较带出偏心，各偏一个，而成为对立，而那些对立造成这两兄弟一辈子不好。求主施恩帮助我们，堵住教会的破口。前两天和你分享，教会有一个破口是喜欢批评，喜欢论断，是人的口，人的口会出事，人的心会比较，会偏心，也会出事。我们承认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什么好比较。 A 牧师跟 B 牧师没有什么好比较的，长老跟牧师没有什么好比较的，传道跟执事没有什么可比较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尊贵的独一无二，没什么可比较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落到比较里。Oh, yeah.
全能的上帝，他是永恒的父神。哦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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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。